你们两个，我说你们两个给我进来。哦，是老板，老板，请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难不成是要给我们加薪吗？加薪？你要说什么加薪啊？你看看你们的业绩表，这样子业绩你敢跟我提加薪，有没有脸啊？老板，凡事要往好处想嘛。好处想，你看这业绩表，大概是往下的，反过来就往，反过来还是往下的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跟我们说，跟我说，你们两个业绩这么差，有什么可以解释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在3个月内把我业绩有所提升的。那提升后会帮我加薪吗？什么3个月？这3个月我公司都倒了，你还要加薪？你呢？老板，凡事往好处想嘛，至少有人业绩跟我一样烂啊。哎，其实说实在的啊，你们都是我公司重要的人才，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无法想象公司少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少我们可能天崩地裂，会倒闭破产。可是呢，今天是个大日子，我要鼓起勇气，长期相约你们的公司，免被裁员了。被裁员了，终于不用工作了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Yes， 不，老板，啊，不能没有工作啊！老大，走了，老板，老板，不要听他讲话，不要，我工作。哦，终于反问到这两个人了。老大，不用工作感觉真好啊！哦，我好冷哦，已经没有工作2个小时了哎！哇，老大，今天往好处想，还有3个公司一直催我赶快去呢。啊，这么好？哪3家公司啊？台电、自来水公司还有中华电信呢。哦，啊，他们找你去干嘛？哦，他们说哦，我再不工作的话就断水、断电、断电话线。哦，你白痴啊！可是你没有缴钱嘛？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哦，哎，这边好像有个垃圾桶，去看看去。哎，我找找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哦。一个没有吃过的苹果，苹果好，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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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可能会用到。不要不要弄头发，头发会坏掉啊！啊，赶紧抓好！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这找我看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，这个感觉像是神奇海螺。对，神奇海螺的。那。我们来问问他现在要干嘛好了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老大。哎，请问神奇海螺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嗯？这神奇海螺是不是坏掉了？不知道，换我问。神奇海螺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坐下。哦，神奇海螺万万岁！哦，哎，啊，你等一下的行程你有没有排啊？我牌啊，拿出来看看啊！佳佳，我牌。哦，不是这个牌啦。哦，报纸给我啦，很冷啊，刚好可以当个被子。呀吼耶！我找到了我的拖鞋。啊，在这垃圾桶里面找这拖鞋，真是人生的一个小确幸啊！哎，你们在那边干嘛？干嘛坐在我的椅子上？什么坐在你的椅子上啊？不能吗？对啊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这公园餐饮的主人。公园餐饮的主人，难道是工人还是猿人？啊，我还蚁人嘞！哼，老大，蚁人嘞，那个蚁人嘞，有可能在现实出现了蚁人。哦，叫他小心死蚁兽啊！哦。那你会变大变小吗？就这个吗？哦，不会。那你会伸张正义打击邪恶吗？我不会。那你会干嘛？哦，他什么都不会呀。
乱说，我可以在垃圾桶里面找到蓝白拖，你会啊？我还可以从，我要把你从椅子上面滚开，你会吗？滚滚滚！干嘛那么凶啊？奇怪哎、欸。看报纸。第一则新闻，哦，社会新闻。有记龙辉殴打计程车司机，先使用一记如来神掌震伤其肺部，使其再也不能耍废。不、哦，接下来又使用一记公关掌。哦，公关掌是吧 ？OK。哦。计程车司机脑震荡了，这不合逻辑啊！社会版新闻都这样嘛 ？OK OK。啊，综艺版陀飞司机的史康一。荣获哦，不是，是入围金马奖影帝。入围不错啊。入围，你是史康一先生吗？对对对。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颁奖的主持人莫名其妙脑震荡，这入围还要放在新闻上，可笑。来，再来，科技新知，牛顿被苹果砸伤，警方怀疑是贾伯斯所为。好吃。这种东西不太大。再来，头版新闻，它怎么放在报纸的中间啊？博物馆内特展“文艺复兴”特展，有展出纯金的皇冠。哎，你有没有听到？纯金的皇冠。皇冠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有工作了。对，有工作，我们当皇冠的管理员。哦，不是啊，皇冠的管理员钱都很少。很少，那。被有记者会打伤的计程车司机少了一个，就有空缺啦、啊。哦，不是啊，我讲又累又没有钱，还倒贴油钱，不好不好。你不要讲这话唬烂我，我知道空缺只有一个，不要跟我抢。就不是嘛，我们可以去当小偷。哦，小偷。哦，对啊，我去把那个皇冠偷过来，就可以卖很多很多的钱，还可以开公司当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要不要？要，就直接老大，没问题。喂、欸，这边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事项，最近脑震荡频传，请大家在外小心公关掌声哦。啊！来到博物馆哎，对啊，这博物馆好大哦。哎，你看那个人，应该是个警卫。嗯，我不要吵醒他。好，偷偷摸摸进去，偷偷摸摸进去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听起来有点像鸡的叫声。可能这只鸡刚起床吧。哦，他有没有把几位吵醒啊？老大，往好处想，至少这几位没有醒来啊。你看这位吵不醒的、啊。哦，好，你这次还要再小心一点，偷偷摸摸进去。偷偷摸摸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听起来有点像铃声。喂，老婆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爱你。对，但现在有点忙。哎，现在是关键时刻。哎，什么？你说关键时刻？大家好，我是刘宝杰。你不是刘宝杰啦，那我是马西平。哎、欸，宝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西平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是马西平哦，那我就是。不要回来，你也不是戴立刚，站好。好，老婆，对，不要再吵啊。OK OK， 好，拜拜。你为什么要跟你的右手讲电话？右手？干嘛屁啊？这我老婆。讲话讲那么大声。万一把那个警卫吵醒怎么办啊？那往好处想，至少他没有醒来啊。哦、真的吗？第一，请命令啊！不
管你是高端、低端，乃至于末梢指尖那一端，我都能为你送达哦。哎，请问金马奖已经入围的史康一先生在吗？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哎，您的肯德基送到了。谢谢哦，肯德基耶！哇、哦，老大，真的来这么久，你很累对吧？对，我来吃一下啊。哦，你先喝一下。哦，他吵醒了。哎，你把他吵醒了啦！你是谁？我是老大，这样我还可以问他路啊。哦，好，问他路，问他路。你们是谁？哦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送肯德基的。送给谁？送给米开朗基罗。米开朗基罗。对，米开朗基罗先生。米开朗基罗是谁啊？米开朗基罗是谁啊？大。米开朗基罗是一个文艺复兴大艺术家。大艺术家。哎，我也是，来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终于在博物馆了。哎，你看，这边选择一个 start 起点。这该不就是我们走向人生巅峰的起点吧？我觉得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过，这个亮亮的是什么啊？我也不太知道，不要管他。不要管他，先走。我赶快去扫红关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走快点。Your feet。啊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不，这是 Star， 难道我又回来了？为什么啊？啊，说不定这个亮亮的球，我们不能超过他吗？应该是，我觉得超过他就会 defeat。好，那我们跟着他走。哎哎哎哎哎 ！Defeat。好的，我敢保证这是万无一失啊！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看，